美神，就是在今天的早晨来赞美我们的神。举起你的灵，举起你的心，一同开声，就是开声来赞美神，因为他在高天掌权，他要永远掌权，他是救拔你的神，就是献上我们的赞美，献上我们的赞美，就是一心渴慕来赞美他，在每一个时刻里面来赞美他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开声来赞美你，抓求你，哦，抓高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的心，哦，抓高我们里面每一个人的灵，抓让我们里面不断的能够感谢，不断的赞美，乃是因为你是我们的神。你在这世界上，哦，主啊，统管万有，你是死里复活的神，主啊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的神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爱每一个孩子，每一个孩子，每一个孩子。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们用第二首诗歌来献给我们的神，因为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万主之主，唯有他从死里复活，因此我们今天可以来敬拜他。哈利路亚。因为他是万王之王。
谢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是的主，我救主活着，因着我救主活着，使我们生命有盼望，使我们生命充满了喜乐，即使是生命中有困难，依然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我们的感谢，充满了我们的祷告，哈利路亚，因为我救主活着，哈利路亚，把所有的感谢献给我们的神。好不好，带着你左右的人手牵手一起坐下来，一起坐下来。我们一起来进入神的殿，基督徒最大最大最大的安慰，最大最大的平安，就是神使我们自由的哭，神使我们自由的笑，神使我们上一刻可以狂笑，下一刻也可以狂哭，因为神使我们自由，我们就是用一个很自由的心来敬拜他，来敬拜他。心情低落的时候，想起你的温柔，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。风风雨雨的天空，盼望看见彩虹，是你恩典的承诺。什么困难不能度过，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，生命在路有你陪我。从头来，心情低落的时候，想起你的温柔，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。风风雨雨的天空，盼望看见彩虹，是你恩典的承诺。我还
精彩，就是他掌权在你的生命里。弟兄姐妹们，我想要请问你一件事，你什么时候会想起神是你的帮助？是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刻，还是只有每一天，还是只有每个星期，还是只有每一个月，或是还是只有困难的时候，你会想起这位神帮助你？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要做一个决定的祷告，就是神渴望在每一个时刻里面与你一同经历他，经历他的奇妙，经历他的恩典，经历他的丰富，经历他的慈爱。你里面要有一个决定，每一个时刻你都可以想起他，因为他是随时帮助你的神。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，为你的心来祷告。生命在路有你。
在生命载入的时候，那个特别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要想起神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背景都是拜拜的背景。我们在信耶稣之前，我们习惯求神问佛，我们习惯算命，我们习惯改名字，我们习惯做很多跟偶像有关的事情来解决我们的困难。是的，在我们信主之后，我发现到有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从旧习惯的里面更新。曾经有一个妈妈，她已经说她愿意信耶稣，她已经受洗了，可是当她看到她的家人有状况的时候，看到她的女儿有艰难的时候，她却告诉她的女儿要去改名字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的里头，我们真的信主不是就完全 OK 了，我们还有很多旧有的思想、旧有的习惯要不断的更新，要不断的更新。是的，以前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除了求神问佛，我们还很习惯第一时间就是去找能帮助我们的人。但是这首诗歌再次的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想起神，在第一个时间我们要想起神。刚刚慧如讲得很好，我们要做一个决定，决定以后不管我遇到什么时候事情，我都要想起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再一次来祷告，跟着你旁边的人拉着他的手，可以两个、三个或是一个小组，真的我们要彼此来祝福，我们要彼此来带祷。我们不仅为自己祷告，我们也要为我们小组的人来祷告。我们要求神的恩时时刻刻临到我们，让我们在第一个时间就是想到他，不管遇到什么时候，第一个时间就是想到那位能帮助我们的神。我们拉着手，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耶稣啊，是的，主啊，我还是把你的每一个儿女，更把自己还有自己的家人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是的，你是那位唯一可信赖的主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第一时间想起你，在第一个时间想起你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让我们想到你，脱去我们一切旧有的思想，脱去我们一切旧有的习惯。是的，世人能帮助我们什么？唯有你能帮助我们。主啊，你提醒我们想起你，你提醒我们找人为我们代祷。哦，主啊，你提醒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的名，呼求你的名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你让我们帮助我们学习，不断的在每一件事情上来信靠你，单单的来信靠你，祝福你的儿女，祝福你的儿女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们在同筹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请弟兄姐妹坐下来，我们预备奉献。请奉献的同工到前面来预备，我们请敬拜团带着我们从头来唱这首诗歌。低落的时候，想起你的温柔，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。风风雨雨的天空，盼望看见彩虹。开始收奉献，每到想起你，想起你会帮助我，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？想起你，我的心不再忧愁，生命再如有你陪我。第二段。Thank you.
天父，你是又真又活的永生神，你不是一套理论，不是一个思想，不是一个信念，你乃是可触摸、可看见、可经历